大家好，我是华晨宇。娱乐先锋榜全面升级改版，文娱先锋榜，更多新鲜资讯这里一手掌握。祝文娱先锋榜收视长虹，越办越好。也欢迎大家在11月26日至28日、12月3日至5日来海口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来观看我的火星演唱会。也祝大家在2022年平平安安，身体健康。时尚最前沿，文娱最先锋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上游娱乐频道。